谈得到你掏钱吗？来，多少钱？24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我错，我错，我剩下这个话换成你的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。我又没有人家神仙姐姐好看，算了算了。你比神仙姐姐好看多了，真的。姐姐，都叫姐姐了。算了算了，别换了，迟早是一家人。真没有那个意思。什么没有那个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好看，我温柔，不性感，我也才勉强画可爱。反正别以为看我是单纯的在乎你。气，特别气。黄猴子，你真的比什么神仙姐姐好看多了，真的。可爱的你其实是极好看、温柔、性感于一身。那你是不好。